公开第四题，他说这个转 A 是这个转动矩阵啊，那 A 的六次方是单位矩阵，那他问他，他现在是介于零到九十度的，那现在应该是对。好，那这是旋转矩阵嘛，所以我就知道哈 ，A 的六次方哈，事实上是等于 R 多少呢？六西塔。它的六西塔呢，要等于那个 I 的话哈。所以哈，六西塔呢要等于2m 派，派的话是等于180度啦，就是等于360m， 360m。那这样的话呢，西塔哈要等于60m 啦。还有那个西塔是介于0跟90之间嘛，所以 A 要等于1，所以西塔呢是等于60度啦，我就应该有度啦。所以应该等于60度，答案就60度。